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僵尸猪人呢，放在咱们的岩浆里面是不会有任何燃烧效果的，毕竟它是来自于咱们地狱面的生物。那咱们这个硬药锅里面的僵尸猪人会是有什么样子呢？咱们放进去大家看看。小时候游戏，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孟轩，欢迎孟轩的实况解说明。今晚呢是给大家盘点关于咱们这个炼药锅的一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那在咱们最新版本的炼药锅中间，终于可以加入咱们的岩浆桶中的岩浆了。在早期版本，咱们的炼药锅只能加入水或者是咱们的药水。那在加入到咱们岩浆的一个这个新版本炼药锅里面，会有哪些好玩的特性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炼药锅，大家看咱们炼药锅里面已经装满了咱们这个岩浆，那咱们来尝试一下在炼药锅的一个这个上面放置咱们的水，会不会把里面变成黑曜石呢？正常来说的话，水遇到咱们的一个岩浆呢，就会变成咱们这个黑曜石的。那这个炼药锅也是很不科学啊，明明水已经接触到咱们的一个这个炼药锅中的岩浆了，为什么没有变成咱们的一个黑曜石呢？说的话，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未解之谜，好不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彩蛋，就是咱们的一个这个普通的一个地方，咱们挖一个坑，然后放置到咱们的一个岩浆桶。大家看，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僵尸猪人呢，放在咱们的岩浆里面是不会有任何燃烧效果的，毕竟它是来自于咱们地狱面的生物。那咱们这个炼药锅里面的僵尸猪人会是有什么样子呢？咱们放置，大家看，哎，你不是不怕火吗？啊，不怕岩浆吗？为什么你身上都着起火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逆天的一个 bug 啊，也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普通岩浆面的僵尸猪人，它就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个燃烧效果啊。而咱们这个炼药锅岩浆里面的这个僵尸猪人，它身上就已经燃起来了。所以这个不知道是一个特性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彩蛋啊，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咱们终于可以看到咱们僵尸猪人被咱们火烧的一次了。第三个就是咱们两个炼药锅和普通岩浆中的伤害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按常理来说两个岩浆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伤害会不一样，左边的炼药锅中的岩浆伤害会更低一些，咱们右边的岩浆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普通岩浆，它伤害会是一个普通岩浆的一个伤害。大家看，我左边先放村民，再往这边岩浆正常再放一只村民，两只村民明明是几乎是同时放进去的，为什么右边的先死了？而且我右边的村民还是后放，左边的村民它会更加难死一些。所以的话，可以亲眼所见，咱们炼药锅的岩浆真的是差了水分啊，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高的伤害了，感觉它掉血的一个这个速度是要比普通的一个岩浆掉血速度要慢到2到3倍的样子。好的，第四个就是咱们的一个这个炼药锅中间，咱们往里面放置咱们的一个这个治疗水。为什么要放治疗水呢？因为咱们治疗水是红颜色的，所以可以给大家进行更好的一个这个分辨。接着咱们在治疗水的一个上面放置咱们的一个这个水桶。那很多老玩家都知道，这里面的治疗水就会被咱们全部的变为咱们的水了，这也是咱们 MC 里面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很科学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咱们水嘛，它到了咱们这个炼药锅面就把咱们的这个治疗水给混稀了，就相当于把它的浓度给降低了，也就是变成了一个这个普通的水。那咱们现在可以去把它给接制一下，哎，咱们拿到咱们的一个这个玻璃瓶去接一下，大家看，这是一瓶很普通的水，咱们治疗水呢就这样的没了。那接着呢，咱们来尝试一下，在这个里面重新放上咱们的治疗水，然后再往咱们上面放置一个岩浆，大家看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呢？哎，咱们来看看它会不会把这面也变成岩浆啊？那其实的话呢，它并不会变成一个岩浆的。好，咱们这时候可以收掉了。这个以后咱们来目睹一下，这面是并不会变成一个岩浆的，这也是咱们版本的一个特性。可能他会觉得这面变成岩浆以后，也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这个意义。那这面也就这个样子。所以的话，你唯一更换岩浆的方法就是往里面放置岩浆，不然的话没有任何方法了。而咱们瓶子呢，也肯定是受不了咱们这个岩浆的。好的，第五个呢，应该是很多老玩家都知道的，关于咱们这个末影珍珠呢，它普通的一个这个实体方块，大家看，咱们往顶上扔的话是不能穿越咱们这个墙的。那关于咱们这个炼药锅的下方呢，就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对咱们这个炼药锅的一个下方扔咱们的一个这个末影珍珠，咱们是可以直接来到炼药锅的一个这个上方的。不管你是创造模式还是咱们这个生存模式，都是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的。所以的话，这是个解谜一个特别有用处的一个地方。
那这时候咱们的盐箱桶里面啊，不对，应该是炼药锅里面可以放置咱们的一个这个盐箱了。所以的话，你解谜是可以做出一个这个很坑人的东西的。即使他知道这个炼药锅是可以用到咱们木影真珠信息的一个传送的，不过他上来以后，哎，你依然会被咱们一个这个盐箱给烧到。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这个解谜的一个特别好坑的一个用处。好的，那么本期的实况解说视频就给大家带着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记得订阅一下下面这个频道。如果你有什么疑惑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那我是你们熟悉梦想的下期吧，拜！别忘了给我投硬币和关注哦。大家好，我是孟轩。那么每天呢，我都会在这个自频道更新视频。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和关注。那如果你感觉这些教程还不够的话呢，可以去我的自频道转一转，说不定有你喜欢的东西。好的啊，那我是朱继梦，我现在不下期吧，拜。而且整个洞坑并不像原版 MC 一样正方体规规整整的，而是像是类圆形样子坑坑洼洼的，周围的整个的形态呢也是非常的不整齐，而且我们可以钻进这样的洞坑里面。享受即热爱生活，自小我是孟轩，欢迎孟轩的走进科学。那本期的走进科学是给大家来咱们的老系列，假如 MC 是科学的。那上次假如 MC 是科学的还是去年国庆了，现在转眼间又是2021年了。孟轩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好的，那么本期们呢，点赞超过5000，立马更新下一期。那假如 MC 变得科学了会是什么样子呢？跟着我下来看吧。在真实 MC 中呢，我们在高空攻击蜘蛛，蜘蛛是会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建筑爬上，但是它在爬上来的动画呢是非常科学的，这样子整个脚对着我们的一个方块爬上的。但是一旦我们下来把整个建筑拆掉以后，蜘蛛不仅会受到衰落伤害，还会被我们的建筑掉落下来砸个粉碎。在真实 MC 中呢，我们是可以抱起来任何生物的，比如我们的小白正在大树下面躲着强烈的太阳，这时候呢可以把它举起来丢到我们的太阳底下去啊，它就会被我们的太阳进行一个灼烧。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此方法去坑你的基友们，把你的基友抱起来丢入岩浆当中。在真实 MC 中，像悬崖峭壁这样的危险地形经常有石子方块掉落，但一旦我们对于这样的地形进行一个深度挖掘的话，会导致一个方块掉落，从而连锁反应上方的方块全部一一坠落，导致一个山体滑坡的情况，严重呢会导致我们整个山体啊全体进行一个崩塌。在真实 MC 中呢，我们的生物也变得棱角分明起来，并不像原版 MC 那样子的方块一样呆头呆脑的。而且我们在击杀它以后，得益于我们手上拿的是锐兵器，所以把它们切割成很多块。而原版 MC 那样子击杀是像是钝兵器击杀，是直接整个倒入地面的，所以我们手拿铁剑当然像是锐兵器一样直接把它们分成非常多的碎块。在真实 MC 中，当我们把一桶水倒入到草地以后，它并不像原版 MC 一样一直停留在表面，而是会一部分变成水蒸气蒸发走了，另外一部分呢则会侵入到草地里面当中去。在真实 MC 中，我们挖矿是有连锁反应的，挖到一个矿室以后，周边的石子全部都会掉落下来，而且还有一定几率可能挖到矿坑中的矿井水。这时候呢，我们在矿洞中挖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搭好支架，不然很容易发生矿洞崩塌。但是我们对于单独的矿物进行挖掘的情况下呢，并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在真实 MC 中，我们在地面或者墙体刨出一个洞坑以后，周围是有洞坑刨出来的一些碎屑的，而且整个洞坑并不像原版 MC 一样正方体规规整整的，而是像是类圆形样子坑坑洼洼的，周围的整个的形态呢也是非常的不整齐，而且我们可以钻进这样的洞坑里面。好的，那本期的假如 MC 是科学的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有不错的 MC 物理科学方面的点子，欢迎在视频评论下方投稿留言，说不定下期视频就有你投出来的创意。那本期视频呢，点赞超过5000，立马更新下期。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